I can let it burn. And I just hope you notice it's the only one I yearn for. Oh, oh, I'm missing when you I will learn. Did I give it all my love, guess now I get my payback. Now I end up clothing it all about you, baby. Hey, shit was so sweet to love. But wait, I guess the love is in enough. I'm going through it every time that I'm alone. And now I'm missing that shit, pick up the phone. But you made a decision that you wanted to move on. Don't stop making love.
张乃云是我们班的班花，但她老是会突然啊的一声把我们班叫的都啊的。我想她走了以后呢，我们会非常怀念她啊的一声，因为没有她很多乐趣就没有了。嗯，张乃云啊，是我男朋友，然后啊，他经常来捉弄我，对不对？然后哎呀，我一直被他搞得非常不爽。但是如果他走的话，肯定会非常不习惯的。张乃云她是我侄女，我觉得她是我最好的一个侄女。然后那边就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明闪的时候很晚很晚，他跟我们一起练跳舞，虽然我们真的跳得不太好，但是然后一直都在，一直就教我，真是一个真的很好。张乃云她是我曾孙女，然后我真的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然后很大胆，然后我觉得她唱歌也很好，人也很大方。她跳舞，如果她跳舞跳的是真的没有话讲，如果她走了，我们都不知道明闪我们要怎么持续下去。张乃云她是我孙女，外孙女，然后她特别贤惠，会给我们什么倒水啊、做面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家特别好玩，然后特别开心，去他家很多次。如果他走的话，以后我们搞活动都不知道去哪里。然后他们所说的张乃云呢，其实就是他的我自己。然后我现在这些人都是我的家人呢。然后我们在学校里面有个 ET 家族，然后我们都很爱很爱大家。然后可能大家以后都会离开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一家人永远都不会分离，我们永远是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回忆。然后经过那么多，我们今天拍摄了很多都是他们请假，他们那么冷的天过来帮我拍这段视频，希望能 PO 到网上。然后我真的很爱他们啊，拥抱一下，过来拥抱一下，拥抱一下 ET forever peace。好，啊，结了，感情爆发了。他会讲吗？我说完这样哭，我们会笑。不要再拍了。我叫张乃云，今年13岁，然后我很喜欢唱歌跳舞啊，然后特别是跟我的家人在一起，他们我的同学一起，然后我很喜欢在业余时间，我喜欢就是去骑马打球，然后还有跟他们一起疯一起玩这样。然后我家里有很多人，然后另外一个家里呢就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妹妹，然后我是从香港来的，现在一直在上海读书，然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因为离不开这个城市，因为有我的家人们。然后 Hi, I'm Jacqueline, I'm 13 years old. I'm from Hong Kong, but I now live in Shanghai for some time because I can't leave without my friends here, my family here, ET family. I love them so much. I hope they can remember forever. And I like to dance and sing, and I like to go horseback riding in my free time and play bowls, and that's it. This is the video about my life, my dance, my sing, my songs, and something. And I hope you like it. So watch this. And 等一下会有邮箱在下面，然后希望你们等一下如果有一些想说的话或者要联系我的话就可以。